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一心祈请护法善神加持法会，印度教所有神明同享功德，荷兰境内所有天神地方神明同享功德，我为所有六道众生累世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修慈悲心参加法会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好，那佛教讲因缘，然后本来说要10:30开始，但是因缘车子没开，他们大游览车说10:00才可以开车，然后结果呢又开不进来这边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佛教里面讲随缘自在，这样就好了啊。这一点可以要练习哦啊。我们就我一定要快乐，我不要痛苦，我要健康，我不要生病，那你就会很痛苦啊。因为这个世间凡一切存在都在变化，就跟太阳一样，这个很自然不过的事情啊。那也就像你的身体就不断的在成长老化。就是一定在变化，就像后面点了这个灯，那为什么它会亮？因为它在变化的状态，它才会亮。那什么叫空性呢？我刚刚讲到，这个灯它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没有这个灯油，没有空气，没有火，没有种种的助缘，灯不能存在。所以灯在哪里？就是不能够离开这个这些油啊、空气啊、灯芯啊，只要离开任何一个条件，灯就不能存在。所以佛教叫空性，这个意思啊。那既然讲空性，那灯呢，那就是等于世界了，因为这个灯油代表一个矿物质种种的组合，然后它需要空气啊，所以它要种种的助缘，其他的灯来引燃它，所以空。灯的本体是因缘和合，所以叫空性。那所以灯不能够离开世界。然后灯存在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把黑暗消除掉，把痛苦烦恼消除掉。我们点灯是代表一种正面的。那这个叫智慧，智慧就是说，你看到灯，你要去思维，然
那我为什么在烦恼？你看灯不断的在燃烧自己，但是它放出光，灯没有说我是灯，因为我是油，我是空气，我是这些灯芯，我是这些种种的物质组合的，只是我把这些组合起来变成一种光，去帮助众生，去庄严佛像。那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灯的本体是空性，它表现出来呢是对世界的平等的爱光嘛。所以但是灯最后一定会消灭。那我们也是灯啊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每天在吃饭啊，晒太阳啊，那空气啊，那我们才有热量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热量，那有这个热量产生眼睛可以看，耳朵可以听。那所以我们不能自私，因为我们离开这些空气种种，我们就不存在，所以众生皆有空性，都平等。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就是发挥生命的光跟热，去孝顺父母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帮助那些流浪狗。就像各位写牌位，我早上写了欧洲地区、荷兰地区、法国地区，所有男女孤魂痛苦有情，然后一直写到世界各地。那就是法会的目的，法会的目的是慈悲。那为什么能够慈悲？因为不自私才可以慈悲，空性吧。透过这个智慧的了解，我们了解一切存在都互相依靠的，一切存在不能够离开其他的任何一个存在，不是说光灯，那些花草树木，那些水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一栋大楼，包括刚刚我们感恩的印度教的所有神明，也希望印度教的所有的信徒，他们喜欢打坐，都能够达到自在，而且能够达到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。所以佛教里面，所以他们跟我说，到印度教的地方最好了。昨天我们去我们这边的教堂，去念经，然后那个老牧师说，那个教堂没人用了，你们可以申请给你们用，所以我们就跟他申请了，然后他们现在就要开始开会半年吧，他们问我们要干嘛，那我们就请格西，我们坐下来开始念经了，念经了。我说，因为我们在创造一种慈悲的声音吧，希望和谐，希望大家快乐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这个相片只是你喜欢什么相就什么相，重点是心态和平，没有恨，没有贪心，没有战争。不但如此，还可以爱任何人，包括爱敌人。各位记住这句话：爱敌人，接受一切。现在很多人很痛苦，说我不能接受我生病，我不能接受我的太太对我这样，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对我这样。那你会很痛苦。事实上，它会变这样是你的心态。念一下：一切为心造，心为主导。我做个比喻好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太太带着她的先生，她先生已经不能动了，坐在后面。她太太说：“我先生得糖尿病，又得癌症，然后什么什么讲了老半天。”我们旁边有一个老师傅会打坐，他回答一句话：“你先生所有病都是你造成的。”因为很多先生是给太太气死的，我一看他先生，他先生就一直点头，憋很久了，终于有人讲真话，气出来的，憋死了。一看到就知道，因为他太太很强势，他先生一副这样老农民很痛苦，所以因为同样的意思啊，别人也可以把你气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是这个太太不了解这个。所以我们就劝他说，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念他了，不要说他哪里不好，你就对他很好，像灯像花一样对我们很好，但是对我们不会要求什么。那你这种心态改变了，你的先生心里就很平静，他很平静以后，你又产生了一种正面力量，然后他的分泌啊，他什么就正常了。这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就像我讲我妈妈坏话好了，我的爸爸躁郁症，我爸爸会去打人，然后腰痛的要死，然后晚上睡不着觉，吃安眠药，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她嫁给我爸爸是很倒霉的事情，
啊，因为我爸爸是有钱人又帅，我妈妈是乡下人，穷但漂亮。那我的祖母去问观音菩萨说，这个要嫁给他，所以强迫我爸爸离开他的女朋友，这样他的最爱的爱人，然后用钱把我妈妈，对不对？请回来嫁给我爸爸。你看这样婚姻会快乐吗？所以我妈妈经常在抱怨抱怨。我还跟我妈妈说，这个创造你嫁给爸爸，才可以生我这个出家儿子呢。为了这个呢，哦，你要这样想呢。后来他们两个还是弄不来，所以我在我爸爸往生前十二年把他们分开住。我爸爸就住在寺庙，他觉得很快乐，他觉得很好。从那天开始，什么忧郁症、躁郁症都没有了，什么高血压都没有了，快乐的不得了啊，都不用吃半个药。这样，那我妈妈也快乐了。我妈觉得我爸不在，她很快乐，儿子在就好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心态因缘吧。啊，你要世界好，你对世界好，世界就对你好。啊，你对世界不好，世界就对你不好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漂亮？因为他对世界很好，经常笑，供花。啊，像我们把这个咒语当作花，啊，各位可以今天会发给各位。可以挂在你的家里屋顶上，每个人都会看，因为这上面有八个咒语，所以叫见即解脱，有八个咒语。有时候想想到底是她漂亮还是你漂亮，啊，如果你没有慈悲心，她比你漂亮，她不会生气的，啊，但是后来我们就开始把它插在魂木，因为这个是从魂木区学来的，他们很多军人魂木都插着这个，我们把它我在美国拍到了，然后我们说这个很好，然后就给他加上咒语，加上咒语的颜色，风一吹，哦，就在超度了，给他转法轮啊，利益众生，放光啊。所以如果你经常用花去供佛，用花去利益众生，就像刚刚在楼下有三位菩萨送我花，用花拿来供养那边有佛像，所以我们供的时候你不能自私说我要漂亮，我用这个花供佛像，愿荷兰漂亮，愿荷兰人快乐，啊，愿那些水中的鱼快乐。你就尽量想越多越好，你想的越多，力量越大，功德越大，就对了，啊。所以各位以后为什么要禅修呢？禅修是你供一朵花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想，我用这一朵花供养所有的佛，所有的菩萨，你就慢慢念，供养所有的天神，包括上帝啊。哦，圣母玛利亚，包括印度神明呢，希望他们快乐。我用我这个花，印我爸爸也快乐，我妈妈也快乐，往生的祖先快乐。我用这个花，哎呀，堕胎的胎儿，我替你供，希望你得到花的美啊，漂亮。然后你又一直想用这个花，我能够为所有的动物做供养。所以我昨天看了一个片子，来法会功德，会像被杀的骆驼。找得离苦得乐，啊，因为昨天看到他们把骆驼绑在柱子上，骆驼很壮啊，所以他就脖子有一点这样弯，然后他们就拿个刀子，他那个血一喷出来可以整个大水缸，因为他们骆驼嘛，啊，他要等他血都流完了，骆驼都还不会死，他慢慢这边挣扎，啊，所以你看到了，你要把这个骆驼成为你慈悲的对象，你要去感受他的痛苦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供的花乃至水乃至一支香对他们都有帮助，然后你要就去想这个花这个香这个灯它是空性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花再过几天它就烂掉了，丢到垃圾桶变成肥料，乃至又变成有机肥料，它们又去变成新的植物，新的动土的里面的营养，这个营养就可以让助这个世界开出更多的花，种出更多的菜和树。所以这个花之所以漂亮，是因为它会变化，所以漂亮。只是在最漂亮的时候拿来庄严这个世界。各位一样啊，我们一样，六道轮回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、鬼道、畜生，我们投胎做人呢，那是我们最能够影响世界的时候。所以如果
你在三恶道很痛苦，你在天道人道，你在享受快乐，你不会想要去真正去体悟众生的苦。那我们现在就像那个花一样，这个是念一下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！我们难得投胎做人，而且还在修学佛法，特别在边地，欧洲算边地啊。边地就是说，它离佛法好像佛法在这边不流行啊。然后在这种边地里面要修行佛法，就有一点困难，因为不知道怎么修啊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格西经常。有住在荷兰的葛西，下回有住在荷兰的法师，对不对？学佛的人，我各位在修行上面有一些问题，可以问问他们的经验。所以各位经验很重要。你本来胃痛，现在胃好了，这个经验很重要。人家问你为什么会好，不再骂我老公了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重要。看医生，大家都会看啊。当然，看哪医生是个助缘，你不能。医生可以帮助你物理性的，但是这个胃痛的因呢，来自于这种对事情的不满跟忧伤，这样。这佛经想得很好，你这个人爱骂人，脾气大了，心脏有问题啊。你这个人生憋气了，生气放在心里了，忍了，你肺部会有问题。你这个人贪心很强的，肾脏会有问题。啊，贪到一个阶段，血液有问题，变成血管有问题。你这个人傲慢的，膝盖骨头一定有问题。啊，所以你的心态就一直在影响了你的身体，你的心态也一直影响了你的命运。就像不会香的花、臭的花一样，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就不舒服，闻到而不舒服，所以。那你去影响世界怎么样，就会造成恶性循环，一直影响你。所以我必须，我们永远要记住一下，来，互相影响，互相依存，互相有因缘，没有单独存在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希望健康，那你多帮助别人健康，多心里祈愿别人健康。就像前面是火车站，这么多人走来走去，看到老人希望他健康，看到坐轮椅的希望他更健康，啊，看到他们拿着背包希望他们不要太重，他们跑来跑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，可以圆满他们的学业。不管他在想什么，特别你看到病人，你就一直希望病人赶快好起来，那你就很健康。你这个力量可以帮助更多人健康，因为你是那种让那种别人健康的力量一直在你内心。什么叫禅呢？禅就是习惯那种心态叫禅，习惯慈悲叫慈悲禅，习惯空性哦叫智慧的禅。禅定，它就让你的心态保持在一个你认为这样是最好的。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，我怕各位坐太久脚会酸。但是修禅的人，他是故意让脚酸酸的。但是如何在脚酸酸的麻的过程，他心态还是在保持一个正确的念头。如果这个一定要练习，如果你不练习，哪一天老啊生病一定的，这谁都要面对的，甚至死亡、生老病死，甚至事情变化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你的心不能接受事情的变化，你的心态不能够接受身体的变化。那你就会很痛苦，所以要禅。禅就是让你专心。现在你在想慈悲，就像各位晚上两三点还睡不着，因为你在想了一件事情。明明你想要睡觉了，但是因为你的念头一直在想那个事情，所以你会睡不着。如果你能够放下，那你就会进入睡觉了。那禅有一点类似这样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去想的是正面的，不要被负面的拉住。啊，所以说医生说你可能三个月以后要开刀，哇，这下你就惨了。你想要开刀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你很担心，你就会你的病会发作得更快。但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们中国人讲了，与其我要三个月开刀，好在还三个月，我利用这三个月去放生啊，去帮助老人啊，去布施药啊，去念药师经啊，
啊，而且保持，因为相信佛法了，所有病来自于你的心态烦恼，你的心态烦恼的行为造成了这个病。那所以我现在三个月，少吃一点肉，对爸爸妈妈孝顺一点，啊，也喂一点食物给海鸥、给鸽子吃，一点点面包捏一捏，当它沉下去，给那些河里面的鱼吃。你现在开始去修行，因为你已经在念一下自我疗愈。人可以自己帮助自己的，特别身体。那你现在就开始自我疗愈，疗愈到三个月以后，去医生那边检查，医生说：“哎，你那个白点不见了。”啊，怎么会不见了？你还可以教医生的啊，因为佛教的方法太多太多，这些方法。所以我认为各位，你一定要自己有这个经验，不但你可以帮助自己，你还可以帮助别人。像我一样，我被判断有三次癌细胞，啊，三次。但是我想他们是好心的，不见得是癌细胞，只是他们认为反正你就开刀就对了，师父为了众生你要开刀这样。哦，那眼睛帮我开一刀，啊，还可以忍。结果开完以后，师父这个不是癌细胞，那你帮我开，那你反正已经帮我割一刀，你干脆两边都割，我就两边都双眼皮。啊，你们给我割一边，啊，然后第二次又跟我说，哦，我的不知道是胆还是里面又有这个问题，啊，一点多公分，然后我们佛教有替身呢，就是捏面包啊，啊，忏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胆的问题跟脾气有关系啊，跟这个躁急躁有关系啊，那我们已经开始在修了，不会急躁了，现在讲话慢慢了，不会骂人了，啊。所以又加上做替身，结果我再去给医生检查，他说现在 0.3， 现在这个医生呢每次都要等我去给他甘露丸啊，给他这些手环啊，啊，教他怎么做啊，连他太太都来拜我了这样啊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善根。有些医生，你们这个是迷信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医生这个就管用，所以我看那个脸相就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医生的脸红红的亮亮啊，他这个人有善根。那有些医生还像我妈妈开刀完以后要吃素，那个医生还指定你把你的儿子叫来，我来骂他，哪有这么不孝顺的？妈妈已经生病了，你还要叫他吃草，要补一点。我这个医生因为我动用的关系，把这个最好的医生请来帮我妈妈开刀，结果开完刀以后说我妈妈要吃素，她很生气。她为什么？我花这么多功夫把你妈妈终于医好了，你让她吃素，她好不了，那我开了干嘛？就她要骂我，这样。所以我就说，那个医生是我妈妈的冤亲债主。但是我哥哥一定要给她医，给她医，我妈妈就病得要命。我移到别的医生就好，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各位，连医生跟你是结善缘还是结恶缘的都很重要。那这些你一定要有一点观察力，有一点观察力。所以很明显，我妈妈到那个医院就没办法睡觉，就叫到天亮，像琢磨一样。我妈妈移到别的医院以后可以睡觉了，不用吃那个药了，啊，所以人要结善缘哦，结善缘。但是往往在气势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当你最近没有在修行，你所去找的人都是你要来讨你债的，要报你仇的。这样你一定要注意哦，啊，所以你心态调整了以后，哦，我原谅对方，我不再生气，我生悲，你后面碰的都是好人好事了。所以我讲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啊，这个佛法，这个禅，它就是希望你能够专心的，专心叫禅，由禅进入智慧的思维，了解空性。消除贪嗔痴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叫禅定般若智慧。但是首先你要专心，专心然后你才能够看清楚。那你要得到一个专心，而且这个专心是一个正确的专心，你要首先你要持戒，所以佛教叫戒定慧。打坐的人很多啦，各种宗教都在打坐，但是如果他的知见没那么正确，比如说我打坐，但是我讨厌某一个宗教，
我打坐有私人的一些，我这个人还是会想要去打仗。就像那一天我看到报纸，很多警察在打坐。当然警察打坐是可以定一下，但是你要跟他讲动机要正确。你不是打坐以后你可以去打打这些强盗，你可以打得很准。你要想说你打坐目的是希望你有这个爱心悲心，让犯人不会去造恶业，你要保护他，而不是要惩罚他。啊，保护好人也保护所谓要造恶业的人，你要用爱去感化他。所以我来打坐可以，如果你动机不对，你来打坐可能会发生问题，甚至你有这些鬼神通，有魔的神通，那你这下就完了。所以各位也看到很多人有神通，他就不会修行，我有神通我比你还厉害啊，所以他就不想要修行，有神通又怎么样，还不是在生老病死啊。所以我昨天看了很多，昨天我刚好看到一个片子，看到其他宗教很好，我这个人生病啊，神的力量可以让你的病好起来，哇、哦，赞叹神，这个是也是一个帮助别人的方法。但是就近来讲，这个人好起来了，他又开始去造恶业，最后又生老病死，所以这个不就近，并不是说医不好，而是真正的就近不在身体一辈子健康，而是你能够解脱轮回，或是你有一颗圆满的心，没有负面的贪啊、嗔啊、痴，你的心只有佛的心一样，慈悲啊，帮助众生啊，智慧啊，因为心态决定命运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，一定要养成一个万，我认为住在荷兰呢，他们这边静静的啊，水也很多，阳光也灿烂，人也蛮柔和的。那各位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享受这种安静，那不然最后还不是死了啊。这个安静是希望你能够为自己，为整个所谓众生，让他们得到一个永恒的安静。你讲大涅槃啊，我们叫涅槃寂静。这个涅槃寂静就是心永远的平静，没有痛苦，而且心很平静，反光，就像镜子越亮，它能够照亮这个世界。佛教的所谓大乘的涅槃跟解脱道的涅槃不一样，解脱道的涅槃是我不要来轮回的，叫阿罗汉，我不要轮回，轮回很痛苦的。那大乘的涅槃呢？它是我变成佛的心，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脱离痛苦，但是他内心很平静，但是行为很认真，很细心啊，很细心。就像你要拯救整个荷兰这个国家，荷兰国家有好的我们要推出去，荷兰国家的负面的，这边依然有杀生。昨天我们叫一条河叫鳗鱼河，哇，有人在杀鳗鱼啊，所以有人在生病，荷兰一定有人安乐死的啊，或是车祸，或是过去战争死亡的。那我要如何帮助荷兰所有负面的事情转为正面，太痛苦的变成快乐？那你要达到这样，你要有一个极静的心态，你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帮助对方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，叫菩提心啊，愿帮助众生，愿成佛的心。但是这个菩提心呢，那你必须要有绝对的空性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。那所以大乘的空性跟解脱道的空性完全不一样啊。大乘的空就是没有自私，不为自己。什么叫大乘？一切为对方，一切为众生。各位要注意啊，哪一天你出家了经营道场，我希望我道场越盖越好，信徒越来越多，这也不是慈悲啊，因为你还有一个，我希望我的道场好。那空性的意思是，我希望天主教、基督教各种宗教都能够先得到他们的快乐，进一步呢能够得到救济。你要把他们的事成为你的责任，这叫大乘，不能只关心自己。所以永远要记住，比如说各位你开始修大乘佛教，你现在各位有谈恋爱，有先生有太太，你一直想到说他要对我好，或是我想要抓住他，那你又离开大乘了啊，因为你又想到你自己了。
你要想的是，我如何让他现在快乐，未来快乐，就近解脱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或是我生这个小孩，是要让他解脱成佛的，不是我要来送他去哪里读书，拿了博士，让他一辈子不缺钱，不缺钱反而造更大的恶业啊！为了拿到那个博士，奋斗的要死。所以你拿到一个学位，却失去了自己的慈悲心跟佛性，那很浪费啊！如果你用慈悲心去读书，你用慈悲心去做医生，你用慈悲心去做企业管理，那还有道理。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，一般都是先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福利，那这个叫，这个你要修禅修了。所谓禅修是，我不能有为自己的想法，我一切要为这个世界、国家。所以下回各位进关口的时候，不管你到哪个国家，都要问你：你来这边干嘛？我要来奉献的，我要来慈悲的，我要来帮助的。啊，你的心态有这个心态，事实上你不用讲出来，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，你就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人来帮你。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改变了，就像我以前在跑监狱哦，我以前我不会开车，那我刚出家几年我就开始跑，一直跑监狱。那监狱有军人监狱啊、一般监狱啊、少年监狱，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，我又不会开车，那我只能叫计程车，对不对？坐公车也不行啊。但是我发觉奇怪，我那时候就感应，我每次要去监狱了，坐的计程车都不跟我收费的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师傅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我去那个看守所。你为什么要看守所？没有啊，我去那边跟他们聊一聊。哦，好喂，师傅，我载你去。那你要里面讲到几点？我可能要两个钟头，我在外面等你，还给我留电话。师傅，你下回哦要去，一定要找我。奇怪，你就发觉碰到很多好人了。所以我自己就感应，原来每次我要去做好事的时候啊，哎，就会有好报啊。原来我的心态，所以永远永远要记住。比如说我跑到一家眼镜店，我去选我的眼镜，哎，那还是个私心。你要开始改变观念，我要去给眼镜店，我希望这个眼镜店赚钱，这个老板得到我们的功德。希望他的眼镜呢，让每个人配起来呢度数都不会增加啊！你要有这个利他的心，这个叫修行。往往你用这个最好的心态，你会到了一个对你最好的老板，找出1000副眼镜里面就这一副适合你戴，配出最好的度数。所以这个就是修行。修行是你要开始改变，不要为自己。佛法的整个精髓分这两方面来调伏自我，就把这个我压到底，不要凸显自己，因为这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。刚刚分析过，这个我不过是这些肉体的、感情的、心态的，叫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不能够离开太阳、空气，所以没有单独的我存。所以你不要想自己，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我中心。我的身体，我的爱情，我的事业，我的签证，我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我是生命的敌人，这个是我们学佛最大的福报。居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在凸显这个我：我得博士了，我的国家，我的宗教，我的儿女，偏偏每个人都在完成这个我。那偏偏佛教呢？念一下无我的智慧。啊，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，空性，无我的啊。所以佛教这两个方面，第一个，各位一定要调伏自我。那这个我表现出来就是什么？贪嗔痴的烦恼。你的我喜欢的叫贪，所以各位，你看到那个男生很喜欢，那贪的魔又来了。你看到那个境界很生气，哦，嗔的魔又来了。啊，今天你皮肤比较白，你傲慢的魔就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？我还装着假睫毛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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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腿很漂亮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我穿上短的裤子，你还不看？啊，那各位你要小心哦，因为你不要一直习惯，你天天不念佛都在满足那个傲慢的我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很难的地方啊。
因为每个人，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理个大光头，然后每个人穿的都一样啊？这就不会凸显那个我跑出来啊。如果一个出家人去贪财好色，人家就指指点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，那各位这一点你要注意哦。佛教的第一个目标，调伏自我，消灭贪嗔痴，净化自我。念一下，自净其意。你要把你的分别心把它净化掉，你不要用我想我不想啊。所以，特别年轻，各位都会打电话给对方，我好想你哦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不想佛陀呢？你不是想那些医院可怜的众生，你想我干嘛？但是，这我爱你啊，所以我想你啊。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我们要想的那些可怜的众生。所以，第一个，各位要调伏。所以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是觉得你有个我在痛苦。有些人痛苦到想要自杀，根本没有这个我，哪有我的痛苦的两个字呢？所以，各位这一点你要思维佛法，修空性，调伏自我，消灭贪嗔痴。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？来，普度众生。对，不但没有自私的爱，却要变成一个平等、大慈大悲的悲愿、慈悲愿力。我要让所有人类都离苦，我要让所有六道众生都成佛离苦。你要发展这个。简单的说，自私的感情变成一种平等的大爱跟悲心。那谁能够圆满这个任务？佛陀。所以我要成佛。谁都可以成佛。各位要记住，念一下：众生皆可成佛。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你不用去外面找，佛性本具足，六祖坛经讲了，只是你如何开发它。所以我想各位愿意到欧洲来荷兰，你有你追求的目标，但是希望你这个追求是一个正确的，而不是不要苦海无边啊，一直往外追求，最后你还不是回家啊？所以他叫我们回头是岸，这个回头不是我回老家，我们叫出家人，就是回到你的空性慈悲心，而不要回到你的欲望、自我满足。如果你这样，你会一辈子很痛苦，所以这两个方面就是佛教的修行，在念是来调伏自我、普度众生、征服烦恼、承担众生。调伏自我就是智慧，承担众生是一种慈悲。那这两个圆满呢，就是成佛的意思了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这个方向各位要抓住。那如果你现在有痛苦，这也是很好修行的方法，因为这个痛苦的因从哪里来，你利用这个痛苦去解决它。这个痛苦的因，那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我，这个无明，然后因为无明起了烦恼，贪嗔痴造的业，那这个业现在让我脚断掉，这个业让我眼睛瞎掉，这个业让我被老公欺负，不管什么业都有各种的业报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喝酒，这个每个人的业就造成自己的命运。所以各位要脱离这个业的障碍，我们只有积善业，不造恶业。念一下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所以命运决定在我们的业，这个业就是他们叫 karma， 身体的业、嘴巴的业、心态的业。你为什么唱歌那么难听？你爱骂人吗？你为什么讲话人家听不下去？因为你爱批评讲别人是非嘛。你为什么口才这么不好？因为你爱骗人嘛。所以每个人的业啊，你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对方跑掉？因为你骂过父母，骂过老师啊。所以每个人的业不一样。你为什么眼睛这么漂亮？因为你眼睛不瞪人家嘛。多用漂亮的花庄严的，让这个世界很美。我觉得来荷兰，荷兰有个好处，花好美，花好美啊，很特别啊。因为我刚从英国过来，在英国的感觉跟荷兰的感觉不一样。下一站要去德国，这叫要拉紧，要保持警戒了啊。德国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压力
啊，所以但荷兰很安详，因为大家念下来，尊重环保，尊重自然，啊，就是说就在这种原始的环境里面，不要破坏原始的环境，那自己也可以住一个漂亮的房子，啊，而不见得太把它人工化，太把它，啊，所以在这一点尊重。所以呢，我想各位你能够到全世界跑一跑，全世界的优点你都要学。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学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宗教，你都要去学习。啊，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徒，我干嘛了解天主、基督教、印度教？那你不慈悲，你讲这种话不太慈悲啊。因为佛教是普度众生，不是普度佛教。啊，是所有的生命，他想要得到快乐，他要升天，那你要告诉他真正升天的方法。他要发财，你告诉他发财的方法。等他升天了，发财了，健康了，进一步告诉他解脱不要痛苦的方法，进一步告诉他一起成佛享受生命圆满的力量的方法。所以基督教可以成佛，天主教可以成佛，佛教也可以成佛，道教也可以成佛。为什么？念一下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皆可成佛。但成佛不是坐在那边，而是你要创造因缘成佛。那你要发菩提心，修波罗蜜，还可以成佛。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边，我刚刚要各位写这么多牌位，那这些往生者，如果你帮他写牌位这个念头，他就可以吸收到我们现在在聊天的内容。因为我们是保持一个在思维真理，在讨论帮助众生的方法，这样对他会不会超度？会超度，因为他心态平静了。所以各位现在刚刚在听我讲，你就会忘了你的烦恼，甚至你会升起惭愧心，哦，我这么爱漂亮，好像我错了。啊，我欲望这么强，可能我错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功德哎。啊，所以你就开始改变你自己了。而且如果你决定了，好吧，听法师这么说，以后不要骂人了，你的喉咙痛就好了。啊，以后我不要再这么急躁了，哎，你的肝胆就好了。啊，以后我可能多吃一点素，啊，不要脾气不好了，你的心脏又慢慢恢复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心态啊，但是这个心态各位要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我们想做到但是做不到啊，怎么办？赶快念佛，赶快持咒，赶快诵经，赶快禅修，各种方法都可以吧。只是禅修它比较容易面对自己，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禅修又不行，外面众生那么苦，你要去帮助他啊。如果一个人打坐禅修念经，只是在为自己的安静或成就，我希望我得到什么，我得到什么，我要修一万遍两万遍，我将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，这个你不是大乘佛教，因为你在想的是自己的成就。大乘佛教的一个基本念下来，不舍弃众生，不离开悲心。记住哦，大乘佛教修行是你一手拉着众生的苦，你要拉着，你不能放手，说放手我来打坐，不行。所以我要各位刚刚先写牌位，写在那边众生苦我们写好，我们那个大本的是堕胎胎儿，那里面有1600万被堕胎的小孩子的苦在那边。所以地球永远在转，那个地球永远在变化，生老病死，天气一直在变化，那你要一直想着他，不离开他们，因为不离开悲心，所以我在念经；不离开悲心，所以我在打坐；不离开悲心，所以我在供花。这个叫大乘佛教。如果我先把放在那边，我来念佛，我来持咒，我来闭关，那这个你已经为了追求自己，因为别人闭关我也要闭关，别人持咒我也要持咒，别人考上那个阶段我也要考上那个阶段，那你就离开了慈悲心。不叫大乘佛教。所以我很喜欢讲叫半工半读，就各位在就说你不得不去工作，因为你不去工作你就没有钱缴学费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慈悲，
但是在慈悲的过程又有智慧的分析，这样可以。也从不断的去慈悲，去增加你帮助众生的经验，就像你是个老护士、老医生、老司机啊，这个老司机不是一天天天在那边打坐看佛经你就会开车的，对，你是半工半读，边开车又边研究，然后怎么去做得更好。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做前置作业啊，如果你有我们忙嘛，哦，先来开车一下，哦，这路怎么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怎么联络啊？因为第一次嘛，所以，但是禅修是你很多事情要问得很清楚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时间快到了，我们等一下要用五斋啊，但是基本上。像我这个想法不是在说法，我已经，这是我的心念，我只是透过语言讲出来而已。所以，但是要让这个佛法变成你的念头，你不要再用你的想法了，你要开始练习哦。所以征服自己是最困难的。有一句话，在战场上战胜百千万军队的人，还不如一个 战胜自己的人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开始练习，先找出自己的缺点。如果各位你要开始修行，偶尔你回到家乡跟你的家人在一起，他要看到你有没有改变。你这次回来会洗碗喽，比较笑喽，讲话比较温柔了，比较体贴喽，比较细心喽。那这样对，你不能说你看我带回来法国香水，那有什么用吗？啊，所以。因为你的父母并不知道你有钱，而是看到你的改变，你现在心态心情比较好了，而且你还可以影响他们，所以那在这一点各位要经常回光返照，就是孔子讲了吾日三省吾身，对不对？我一天至少三遍反省自己我的缺点。所以各位，我希望各位学大乘佛教，你要摆个镜子，讲话、眼神、心态，像我经常在录影，我不得不被录影，但是这个录影也是直播的，所以我必须很注意我的言行、眼神，而且我讲错一句话，来不及后悔的，因为已经播出去了，但是虽然别人有人不能够认同你某一些事情，像我很喜欢施食，这两天台湾报纸又在说了。海涛法师是英国混牧区，就侵犯到别人的宗教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佛教普度众生嘛，这边是华人混牧念一念，西方人混牧也要念一念佛法是超越宗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社会有少数人不能认同你，没关系，有机会多回向给他，希望哪一天他也能够了解这个道理。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生气不满。而且反击对方千万不行哦！各位永远记住，学佛的基本的 ahimsa 就是永远不伤害对方，永远不攻击对方。就算你把我杀了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你把我砍成肉酱了，我依然把功德回向给你，希望将来你可以离苦。真的，我成佛，我第一个要度你，因为你砍我、杀我、批评我的缘。跟我们以前不一样，以前你还没学佛，觉得我很不满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？我又没做错，我想要反击他。那你又掉落这种陷阱了，那更可怕，你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。所以各位，以后不管你在做任何的善事，而且这个善事不是你的想法，我们是按照佛经的真理，因为我们皈依三宝了，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是最究竟的。那你这样，譬如说你吃素。很多人会反对你，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你，你不能退转，你还是要坚定，而且吃素，而且吃得很健康。如果你的心态吃素 的动机很正确，是为了慈悲心为了保留慈悲心，因为众生都是父母为了我们他直接间接被杀，所以包括现在很多观念已经很新潮了，连牛奶都不喝，因为知道母牛的苦了。连鸡蛋都不吃，因为知道母鸡、小公鸡被杀的苦现在有网络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你的理由很正确。
所以你吃东西也要有慈悲心，有慈悲心吃东西，那你自然就会吃素。如果你不是了解这个道理，一般人会觉得吃素没健康、不营养、太迷信啊，他会给你100个理由。但是你连你吃素都吃了，你干嘛跟这个反对你的人吵架？你不是不慈悲吗？啊，所谓吃素是为了平等，一个培养一个平等的悲心，骂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慈悲啊。你不能心里嘀嘀咕咕了，你一嘀嘀咕咕，对方也高兴啊，我就要趁你嘀嘀咕咕攻击你啊。所以，那你如何保持一个永恒的慈悲？这个叫修行，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骂，只是呢，佛法这个道理宣扬的不够，这样而已。啊，如何用更好的现代的方法，让更多人了解哦，吃素的意义、出家的意义、打坐的意义？那我想，这个是佛教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先回想一下。大家用用五斋，下午呢，我们继续讨论。也各位也可以问格西问题，那这我们你们可以多写牌位来跟我念：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Om Mani Padme Hum. Om Mani Padme Hum. Om Mani Padme Hum. 好，大家休息用斋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。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，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，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。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，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。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，请配合政府的规定，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，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，也免得受到处罚。不管疫情如何变化，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，不要彼此贴标签。我们要互相包容，互相协助，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。非常感恩那个海涛慈善基金会，那历年来长期对我们的支持跟帮忙。
不单带我们的孩子去做社区适应，带着我们孩子去尝试一样可以去看一般人过的生活，去看电影，也让他们去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，那也来帮忙孩子们做一些客服啦，或者是一些彩绘手作啊，一些这些课程，其实这些来讲对我们的孩子帮助都很大，可以让他们去做到人生的一般家庭该有的体验，这是我觉得是不容易的，也应该是我们孩子必要有的。那在此我们真的感恩海涛对我们的疼爱，那我们也期待在这边祝福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孩子绝对会健康幸福的踏入到他们的人生旅途，快乐成长。也祝福大家一定要平安顺遂，健康最重要。虽然因为疫情，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有爱的，绝对可以把这些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绝对可以抚平。感恩你们，谢谢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慕祥幼儿园的创办人梁建国。我筹办这个幼儿园呢，我一直教小孩子要感恩惜福。其实连我自己都是啊，我们经常有很多人送二手衣来，包括我身上这件就二手衣啊，我觉得可以用就用。但是毕竟孩子嘛，我们穿新衣服会非常的快乐啦，所以也非常感恩这个海涛慈悲基金会，这次愿意来，还亲自带小孩子去这个卖场买衣服，让他们选他们喜欢的，这是非常的很棒，可以给小孩子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过年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新闻，南无金光明圣贤，现金光明，无量大光明如来。南无金光明圣贤，现金光明，无量大光明如来。南无金光明圣贤，现金光明，无量大光明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受用三宝、佛塔、经典等十方财物之罪障。
接下来请收看《慈悲心法语》。珍惜每个悲欢，每次离合，每一天。珍惜每个众生，每一分。